很大的一台运输机，很大的一台运输机飞走了。前面是台南高三的校园，还有台南高三的活动中心。那这一条路就是新兴路的新辟征的那个延伸道路，叫新兴东路。新兴东路已经完工好久了，为什么都不通车？为什么都不通车？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草坪，很大的草坪。里面是水交社从化区，还有水交社文化园区，好，到这里，拜拜。